走你，抛竿入水。你好，再说。哦，看着没？下去有口啊，下去有个黑漂，黑漂。哎呀妈，烤了吃。对，鲤鱼，鲤鱼蛋好吃。现在有鲤鱼有蛋了吗？有蛋了吗？鲤鱼，你是说有没有鱼子呗？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时候有没有鱼子啊。但是我知道我们那个东北的鲤鱼啥时候甩子，这个时候不知道。广东我不是很熟悉，我不是本地的。鱼子，对呀，啊，现在好像是没有啊，好像是没有，好像是没有。但是有的公鲤鱼啊，就是一抓它的时候，你肚子屁股那块出白的，那说明什么？也快了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也快甩子了吧？是吧？有白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打个啊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上来，上来！你给我上来，出来了！哎呀，这不是正口，这干鼻子眼上了。你这是闻味儿去了，这是闻味儿，我让我给叨上了。你这闻味儿都这么厉害吗？一个大黑漂啊！勾鼻子眼上了啊，勾鼻子眼上了。你看，这是这不是鱼子，这是粑粑，这是粑粑，这是鱼粑粑，不是鱼子。打窝，搓饵。来，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啊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！感谢你们在北京时间22:59来到娱乐直播间，上鱼了，上鱼了，就这么快。嗯哼，哦吼，舒不舒服？舒不舒服？那小乌龟来，给我助助兴，给我翻个壳助助兴。哎呀，他不行，不服，不服，得你溜一会儿，让他使使劲儿，使使劲儿，让他溜一会儿，力道卸一卸，老实吧，老实呗，没老实，我先点颗烟啊，来，我就问你服不服，你不折腾，我就掐你上来，你就折腾，你就再折腾一会儿，不折腾了吧，不折腾，我要，哎呀，你不折腾我。完了，我操，好牛逼，折腾跑了，折腾跑了，哎呀我，哎这面包哥，你这下开心了啊，这下开心了，跑了，我真的我这条鱼不跑都对不起你这个笑，我都对不起你这个笑啊，那跑了跑了跑了。